Hello， 各位亲爱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啊。这个已经更新维修完了哦，大家陆续上线说早安了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2024年3月26号更新维修的这个活动内容。我们点右上角的这个礼物，点开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两个这个新的这个活动哦，任务活动，然后一个14日的签到活动，然后还有新增一个副本活动啊。那我们待会再看，我们先看这个签到活动。好，这个签到活动到4月8号的晚上11点59分为止。那你签到第一天的话有20万，好，第二天的话呢有这个两个一般制作材料40个选择箱啊，这个很实用。好，你可以选择毛毯、皮革、水晶矿物、铁矿石，这个做装备道具都会很需要哈，而且现在价格也不便宜。好，如果你买未绑定的，那第三天的话是送这个最低级成长密钥啊，加10%这个经验值获得量，这个我觉得还好。那第四天的话是送这个，哇，怎么结束了？哇，那呢还没看完就关机了、哦、我们再看一次好了。哇，维修了吗？维修了耶，傻眼，看到一半就关机了。对啊，是不是又断线了、啊？哦，应该是断线哦。好吧，哦，这个有短暂的上线，但是现在又断线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各位朋友，那就祝福你们有个美好一天，拜拜。